哎，别动。谢谢，不好意思。上次那案子啊，再麻烦你帮我跟玉堂姐说，哎、欸，她要带什么？哦，在车上忘了，你等我一下啊。哎、欸，你别动。谢谢，不好意思。让我想起当初放手的信念，到现在变成微笑。再见。老婆，辛苦你啊，我多谢你。所以才会找我来翕婚纱照。哦，不不不，这不是婚纱照，这是咱一家三口第一张的全家福啊。大姐工程师退下班了，来对我来，这里哦，来来来，哎哎，别想别想别想别 ，OK OK OK， 啊，我今晚贴个眼罩贴掉，阿爸就要 cake 哦，好，来，哟。就要被给吗？一节课后办这 party， 嗯，这是结婚纪念日快乐。我就是，亲爱的老婆，一条中公，我会给咱两个结婚纪念日放袂掉。你啥物在这跟我讲啊？我跳过一片，我讲什么课后的 party？这表面讲安尼又无趣味啊！而且我无确定讲你是不是跟我同款哦，这么期待咱的结婚纪念日啊！这是咱结婚了后头一个结婚纪念日，我当然嘛期待。你都唔知呀？你看起来咱无要无紧，我唔知我失望诶。这几年来，咱两个到底哪经历这么多代志啊？如果是囡仔妈妈，这么重要的日子，我哪可能放袂记啊？以前我嘛知呀，即阵嘛也搞有真侪风波。你要操烦的代志太多啊，就算说你真的放不记的，我也不要紧啊。那是其他的日子啊，像是说我什么时候考到全校第一名啊，还是说哎，我成绩发表会，这我都会当放不记。啊，不过我什么时候跟你出来问，我是永远不可能放不记啊。因为你，我的心才会定下来，有你了解我。你不要支持我，我唔知阿老安心要向怎样。咁知啊，我一出期待今日的，我想要来今日跟你讲，老婆辛苦你啊，我多谢你。所以才会找我来翕婚纱照。哦，不不不，这不是婚纱照，这是咱一家三口第一张的全家福啊。
多谢你，我真欢喜嘛，真介意。啊，不过是安怎你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咱的结婚纪念日啊？你阁会记得恁爸甲恁妈结婚纪念日迄天特别邀请我甲恁家的人做阵翕全家福啊？当然会记啊。其实，讲我对你就命中注定的感觉。你讲我才知影，原来哦，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是安尼啦。迄当阵，我就甲我家己讲啊，我讲总有一天，我嘛希望讲有一个属于我家己的家庭，而且一定爱幸福美满。我若想要完成这个愿望，我就应该和我爸有感情的这个查某囡仔。所以才决定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咱头一个结婚纪念日。这就代表讲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谢谢老婆，各位，今嘛新郎，我要请问新娘。刷落来就是娃娃庙宴会惊喜啊！来，小姐，刚准备好的礼物贴出来。那个，不好意思，没记得咋？我礼拜日，你是参加你重要日子做我主队哦。不过我已经搬照兵啊，我已经拜托爱的小天使来补救啊！问不着，我就是今天的爱的小天使。总经理，这是你要给你夫人的礼物。多谢你，小天使。啊，若无，有人要叫我打屁股啊！宴会也袂当行路啊，像伊水钻鞋，啊唔着你甲糟蹋。妈，你莫拍歹气氛好无啊？妈，我讲唔对啊。宴会，其实哦，这是我当然知影你的意思。这也毋是一箱，是一卡，有甲童话故事的情节同款。志成上次也要给我，毋是要我请出去的，一定有其他的用意，对不？你是阿慧想了解我，其实我很那参照童话故事的主角，我用尽心力，唔叫多，把我所处念念的人留在我身躯边。所以从今日开始，我要把童话故事搬到现实，我要把阿慧你升做公主，你就是我一世人唯一的公主。你嘛是我一世人唯一的白马王子。虽然讲皮肤较乌淡薄啦，哦，啊，即摆竟然王子已经找到公主啊！啊，你即个王子嘛，莫戆戆啊，哭伫遐，爱有行动啊！啊，即摆现场吼，拢已经18岁啊，无紧无急，对无？对。丹姐，即摆时代无同啊，也无人规定讲一定敢来当王子亲公主，我要换过来。其实我嘛有一项礼物要送予志成甲雅慧，但即马气氛长好吼，我即马就交予你。妈。这个金首饰看起来不亲像是一般的金马店拍的，而且阿妈在敬老面头前送这个物件给志成，应该是有伊的用意。用意真清楚啊，伊要大家知影金首饰是伊送的，表示这份礼物无简单，嘛表示伊对志成的看重。上重要的是，伊要咱两个母仔囝卖当志成的物件。我白。
阿妈，你要安尼，我若是你要个殿堂，而且阿妈偏心送我这层的物件，绝对唔像人家简单呢。阿妈，这首饰看起来真贵重呢。阿妈会送金首饰咱哦，一定有伊的用意啊。无唔对，之前阿雅慧经过同生共事，甚至雅慧在最后一刻无顾性命去救之前，今仔日。 咱才会用个一个团圆，伫遮办喜事。即马我把这金锁匙交予恁，就等于是欢迎雅慧正式来做业界的人。